日本传尼下周和越南签署协议，出口国防装备对抗中共。青岛爆发疫情，北京要民众非必要别往来。要中共为侵犯人权付出代价，美国务院任命西藏事务专员。欧洲第二波疫情，法国进行夜间宵禁，荷兰实施部分封城，酒吧、咖啡厅、餐馆全关闭。